嗨，大家好，我是冰冰。2021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北京。出差忙里偷闲，我总喜欢拎着相机压马路，拍到了好看的照片，就算没白来。逛腻了大众景点，总会想要去走走小巷。这里可以感受到一个城市的性格。东郊民巷是清末外使馆的聚集地，整条街都是西洋风格建筑，现在有一些已经成为了国家机关办公地。到这就得把口罩戴上了，因为这边是景区，可能会有比较密集的人群，所以还是要戴好口罩。走吧。比起故宫鼎沸，一墙之隔的太庙虽显冷清，但红墙琉璃瓦、汉白玉栏杆完全不输隔壁。屋脊兽，屋脊六兽，你知道屋脊六兽是啥吗？是东北的成语，就是闲的啥，闲的屋脊六兽，闲的啥事没有。哎呦，哎，喵喵。发现这种北京的好多这种景点都有特别特别多的猫，不知道是不是都是绿猫出身。你好胖哦，哥来来，让我撸撸你。哼，哪只猫也不理我。终于找到了，方砖厂69号，吃个炸酱面。头一次见到这样的酱，拿不起，夹不了筷子呗。我仿佛已经看见弹幕里的吐槽了，面没拌匀，没错，是我了。啊，大狗狗。有一点不是很舒服，好有劲。其实在北京逛胡同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每条胡同也不知道走出来会走到哪里。我是明天才开啊。嗯，天哪，白坐车过来了，算了，改天再来吧，留一张照片做纪念。嗯，哎，进去，小可爱啊，不要出来，不要出来，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上手，势利鬼哦。哎，哎呀，我花钱买的，你让我多喂一会儿。小猫咪能有什么坏心眼呢？也就是打劫我点零食。和它们相处起来可以完全放空，这很养生。为什么不睁眼睛啊？你的眼睛呢？Catch the breeze in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ere not listening, they did not know. 傻傻的拍证件照的感觉。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现在来到了是人定湖公园，说是甲方乙方的拍摄地，
去找找那个电影里的日记。Colors changing you.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ere not listening. 一天末尾，就着夜色爬了趟景山。咦，太冷了，待会儿下山吃涮羊肉去。就算是社畜，工作再忙也要记得放松哦。美好的瞬间用照片记录下来，这大概就是生活中的小确幸吧。